小凯莉、我刚刚听到了一些介绍、好像有点不一样，好像是最长最长的飞索。不过我找到了一个共同点。什么呢？就是这里也没有我能戴的头盔。我们这次一定要展示出帅气、帅气的样子来。嗯，我要立下一个公约。公约、什么公约？绝对不尖叫。你真的不会喊出来吗？真的不会。是我的话的我可随心乱喊了。哦，小凯莉你喊吧，我这次不会喊的。凯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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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乐一家。我们现在在山巅，山的最顶端，我们现在完全就是伸手可以摸到云朵了，没有比这更高的地方了。我今天不是立下约定了吗？嗯，对的。啊，说是绝对不尖叫。朋友们，真的不是开玩笑，真的好恐怖！你看那边，一眼望不到边呢。是的，下面能看到就只有山、树、石头、石头、石头。哇，从这里看，真的是一望无际呢。哇，这个好恐怖啊！脚抬起来了。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艾里是哪？是哪？我内心变平静了。还有啊，朋友们，这个飞索还有两条路线，现在还没有结束哦。到达，耶！谢谢，哇！我们摄影师朋友们也回来了。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换乘吧。